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是比较特别的一天，因为我今天要去学校拍我的毕业照。其实上个星期我已经拍过一轮了，然后这个星期是和其他的朋友一起拍照。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不知道下一次回不回得来，就是我的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所以就想说现在还在这边的时候就快拍掉它。At least 如果最后真的回不来的话，还可以就是有照片留念这样。所以呀，照理讲我是12月毕业的嘛，所以我的那个毕业典礼是在5月的，然后他到现在还没有 confirm 那个 date 啦。不过看现在的情况，感觉应该是会延迟了，所以就看一下过后的情况是什么。然后今天就先来拍一拍我们的毕业照，我已经穿好了我的 dress， 这样子，它是一个半长的裙。然后等一下就是穿我的那个毕业袍，然后我那个毕业袍呢是买的，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租，因为我们就是提早拍嘛。它照理讲是你还的那个毕业典礼的那个费用是有包括你租那个毕业袍的，可是现在因为我们提早拍，所以就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买。对，那时候上个星期拍过一轮了，超级的混乱了，不是混乱，就是整个很 messy。很多东西要顾，因为要带很多东西去，就是要带那个毕业袍那些，然后还要带够换的衣服啊那些，所以等下就拍给你们看整个我们拍毕业照的过程。然后我已经化好妆了，那么我们学校见吧。It's in the video. Beautiful. That's all right. Congratulations, Nikki. I mean, you grow a lot. I grow a lot. He's like, I'm like a father, like a dad. Finally, grow up. No, but I mean, yeah, it's right. I mean, if I don't like it, also like it.Yeah, what you're passionate about. That's perfect. Feel like it's getting more important. Woo! Then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Promise I am not your enemy. I just need another memory. That's all I want. Cause all I want is you. Is you.Happy grad, guys! Wanna say something? Bye! Wait! Bye bye. Oh! Nikki, say something! Grad! I'm a grad! Yay! You graduated! Yay! I graduated! We survived!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I'm so happy for them because they graduated. Oh, just like me.我们拍完了，然后换回我的衣服，终于，然
那我们来想象要去哪里蹦啊圈。我回到家了，嗯，好漂亮的花，看这个。虽然呢非常的累了，我要去休息。我的拍毕业照是这样，非常的热泪。今天我们要去看 opera。Yeah. Finally 来了悉尼两年多，想要去看 opera house 看 opera 了。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去吃晚餐，想要去。对，就是一间很好吃的韩国餐，是炸酱面的。我们也不确定在哪里，所以在家来研究一下。我懂，他临走之前你在说什么？最后一排，因为就是原来我最便宜，可是边景也是看得到。这边下面那边就是 orchestra， 然后上面等下他们就在上面那边表演。其实也没有讲很远啦，还算蛮靠近的，就算是最后一排。对 ，excited。三个小时，现在已经十点多了。然后后面这个就是 Opera House， 超好看，超好看。这第一次看全部就是都是，也不是都是 Australian， 可是他们就是 Australia 的那些 dancer 啊、choir 啊、唱歌的人，全部都是 Australian 他们自己的团队这样子，就还蛮特别的。